家好，我是永咖记录静哥，今日美食记录带大家来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 Cafe 自助餐吃到饱，挑高空间，坐拥城市美景，舒适宽敞的用餐空间，每日摆众多国佳肴，以自然新鲜和可持续发展的优质食材，让享客尽情享受愉快的用餐时光。以下是他们的消费资讯。静哥这次是使用网络购买的餐券，一张是1050元，不用再加服务费。热食区的美食有泰式牛肉绿咖喱、印豆豉汁豆腐、安平鲜蚵、黄金鸡腿排走蜂蜜芥末，旁边有芥末、马来西亚酱炒高丽菜、蒜蓉海鲜粉丝包、糖醋鸡球，旁边有现蒸海鲜。还有铁板鲜蚵煎，前面有两瓶调味酱、日式炸猪排和鲜蚵卷，前面有山葵泥和煎鱼酱油，这里有炉烤美国牛肉，还有意大利猪五花衬花印子。番茄加蜜饯，里面的蜜饯就是花印子哦。腊肉酱洋芋泥，熏肠时蔬意大利面，照烧阿根廷鱿鱼，香料青椒，奶油玉米，烤茄子，香料烤马铃薯，黑胡椒酱，蘑菇酱，喜马拉雅玫瑰盐、海盐，特制牛排香料盐、烟熏盐，这个就是花印子，蜜汁 BBQ 酱、辣根酱、地溶芥末、蜂蜜芥末、芥末子、亚洲 BBQ 辣酱，这边是日本料理区，火焰握寿司有散寿司、炙烧鲑鱼寿司、炙烧尾鱼寿司、炙烧青鱼寿司、道荷寿司、鸭胸寿司、贵妃鲍寿司、玉子烧寿司、花寿司、海苔寿司、细卷寿司、蔬菜卷寿司、花寿司、现切生鱼片有鲑鱼、尾鱼、泥蟹、竹夹鱼，酱料有酱油、芥末、姜片、白萝卜丝，现做的手卷有鲜虾、胡烧鳗鱼、虾卵、群味棒。披萨区的美食有意式香肠披萨、野菇披萨饺、焦糖坚果披萨。帝国料理区的美食有沙威玛，旁边有面皮、高丽菜丝、五种的酱料、印度空心油炸球、四种的配料、牛肉咖喱、香米饭、鹰嘴豆咖喱、坦杜里蔬菜、起司烤饼、炉烤蔬菜、香料烤鱼、
虾饼。海鲜沙拉冷盘的美食有续蟹、花蟹、牛蹄蟹、五味酱、鲜虾、小章鱼、熏鲑鱼沙拉，旁边有综合欧式面包，前面有面包切台，这里有凯撒酱、综合生菜盘一，前面有起司粉、小番茄、综合起司、冷肉盘、综合生菜盘二，前面有百香果优格、香橙沙拉酱，旁边有红酒、雪莉醋、生菜拼盘区。九种的生菜，旁边有橄榄油、麦芽、覆盆子醋，前面有和风油醋酱汁、千岛酱、胡麻酱，这里有十一种的沙拉配料。甜菜根沙拉、彩椒鸡肉沙拉、蜜汁杏仁南瓜、洋芋沙拉、今日现煮海鲜汤，口味有鲜鱼汤、综合海鲜汤、姜丝酸菜鲜蚵汤，前面的料酱有酱油膏、辣椒酱、米酒、姜丝、青葱、白胡椒粉、香油，另一边也有法式洋葱汤。旁边有起司、面包和汤杯，这里有鲜蚵海鲜味增锅，旁边有凉拌牛蒡丝、韩式辣萝卜、精选日式小菜，主厨推荐。这里有传统小吃区，可向厨师点选，处理好就可以取用了。旁边也有传统小菜，凉拌三丝、夫妻肺片、拍黄瓜、酸辣土豆丝，酱料有蒜泥、葱花、乌醋、辣豆瓣、油葱酥，这里也有士林香肠、油鸡，酱料有蒜油、葱油酱、冰梅酱。水果区的鲜果有葡萄柚、凤梨、红龙果、芭乐、西瓜。冰淇淋的冰品有两种口味的双麒麟鸡、瑞士牛奶、巧克力，旁边有葡萄干、糖霜坚果、棉花糖、巧克力酱、芒果酱、焦糖酱，还有汤匙和杯子。哈根达斯有四种的口味，前面有葡萄干、 M&M 巧克力、棉花糖、小熊软糖、巧克力球、芒果酱、综合莓果卡碰、草莓卡碰、巧克力酱、炼乳、蜂蜜、焦糖酱。
甜品区的甜食有饼干、棉花糖、酥饼、巧克力喷泉、冰水桶、巴斯克乳酪蛋糕、莓果安努尔、芒果提拉米苏、美式起司蛋糕、凤梨苹果派、综合莓果派、红豆核桃、蜂蜜柠檬香柚。主厨推荐：抹茶生巧克力、柠檬巧克力塔、棒蛋糕、红豆麻吉、抹茶欧贝拉、热带水果塔、72%巧克力、野莓栗子泡芙、焦糖布丁和芒果鲜奶酪。冷热饮的饮料有健康苹果水、蜜茶、蔓越莓汁、柳橙汁、芭乐柠檬汁、鲜草蜜、红萝卜葡萄柚、梅子醋。这里也有一台自动咖啡机、吧台手摇饮料，有20种的饮料可选。来这绝对要来点个几杯，有专业的味道，很值得推荐。生啤酒的部分，也是要来吧台点选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